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文艺叔叔。我在傍晚时分来到了沈阳的万泉公园，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呢，想去前面的鱼畔榭看一场演出。有几位老哥呢，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演奏，他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有故事的人，重要的是他们的演奏是专业级的。尽管我不知道他们的乐队叫什么名字，但是这场演出是精彩绝伦的。现场的感觉非常的棒，在这里我只能拼接几个片段分享给大家。有朝一日，你也可以来到万泉公园听一听这几位老哥的演奏吧。好嘞，我是文艺叔叔，我们下期再见。